坐起来蛮舒适的，就三个拳头的距离。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一台2007年英格，排气量 2400cc， 颜色灰色，永远都非常漂亮。原厂轮胎17寸铝圈，好工地都很实用。现在后车厢，后车厢相当的大，椅子也可以二四分离，后面的轮胎也很新。那进到驾驶内，驾驶内的皮椅，里程数目前实跑25万多公里，有一个小萤幕的电视，还有倒车雷达，这边有置物空间，使用手册说明书都还在，这边有置物空间，立杯架。后座九成新，坐起来蛮舒适的，还有三个拳头的距离。这边后座还有个自备架，这是挂钩，后座也还有出风口，椅子可以倾倒，这样空间就很大了。下方有个倒车雷达的镜头。现在进到引擎室，引擎室相当干净。有一个原厂的贴纸都还在，这边就有动过了，因为有碰撞到机车，里面都没有伤到，所以车况都还不错。这台车售价为15.8万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请打电话进来。实在就是 SUM。